你在口令。这是你常使用的消毒液，你认为真的消毒干净了吗？你想过这些消毒液的成分是什么吗？你想过这些成分安全吗？市面上常见的消毒剂呢，就是像次氯酸跟酒精。次氯酸在使用上呢，必须要注意，它避免跟酸性的物质混到，不然的话它会产生氯气，会产生氯离性的危害。那酒精的部分呢，它对肠病毒没有效，对病毒效果不是很好。伊利净消毒喷雾呢，是工研院的一个专利的前瞻技术，它具有安全、强效、经济、便利等四大优势。安全的话呢，我们通过第三方公证单位的一个皮肤安全检测的报告，对皮肤上已经证实它没有任何的危害，还有过敏上的风险。强效的部分呢，它对细菌、病毒都有很强的效果。经济的部分是因为它的原料是水，用越多省越多。便利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即时制造机，它可以携带方便，而且还可以分装。伊利净是世界首创水家电等于高活性氧消毒水的绿色化学消毒水制造机，它可以为人类带来更安全、更便利的消毒应用选择。环保意识抬头，绿色消费时代来临，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消毒用品有没有更符合时代潮流、更安心的选择呢？这个革命性的消毒方式不同于其他市面上的一般抗菌消毒产品，创净伊利净的原料是水，以随手可得的清水就能及时制造高活性氧消毒水。消毒喷雾制造机搭载奈米触媒电极、活化触媒晶球以及智能控制晶片，只要加入自来水，透过电化学技术能将水分子转变为高活性氧消毒水。全球首创的电化学绿色消毒技术，通过多项检验报告及国际大奖，环保、安全、无毒的消毒喷雾制造机，不论是居家环境、幼儿园、托婴中心、月子中心、办公室、餐厅等场所，伊利净颠覆了传统消毒市场，即时制造提供您更安心的消毒应用选择，安全、强效、经济、便利，爱的捷径，伊利净。